12年前，是我亲手创造了大哥，现在我又必须得毁了他。以后我就叫你真名。不习惯，你还是叫我学天吧。 这是我和我姐姐唯一的一张合影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你就是那个她很少提起的亲人。我小时候最大的心愿，就是离开父亲和继母。 和姐姐一起生活，可是还没等到那一天，姐姐就去世了，因为大哥。所以，你就把我视作大哥，偷偷的隐藏在我身边。即使有袁志邦的存在，也不能彻底消除我对你的怀疑。然后你就选择偷偷监视我。是观察。侦探游戏好玩吗？ 我也在很认真地寻找大可儿，你确定你要放弃吗？我是不会的，不管文成宇跑到哪儿，我都要给他追回来。祝你好运。 牛牛，你今天为什么没在店里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 事情都忙完了吗？
还没有。你还是要走？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。你食言了。对不起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彻底查清楚。去多久？等一切结束吧。一切结束了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，相信我。这段时间我找了我的朋友来替我照顾你，他人非常靠得住。顺便跟你说一下，我联系了美国的医生，他会带你去治疗你的眼睛。眼睛？对，这样你就可以重新看见全世界了。我能看到你吗？到时候一定可以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宿命吧。我问你句话，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警察？是。你不但不适合做警察，在今天看来，你连个爷们儿都不是。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被人叫做警界耻辱，大家冷嘲热讽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还要做警察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还要做个警察？因为他也给你带来了尊严。我以前只是看到，但是我今天真正感觉到，尹坚，你记住了，专案组及时解散了，但是你仍然是一个警察。
你真的要解散专案组吗？不然呢？等了一张永远都不会寄出的通知单。那你还会不会继续当警察？我来专案组就是为了通知单。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你可以回学校继续当老师。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一定要解散他吗？我也不想。我突然好希望明天可以收到一张新的通知单。吓我一跳！人都去哪儿去了？梁英闲着无聊，去二队观摩验尸了。熊原今天去探望夏雪，尹健带着汪蕊去韩队长家里整理东西去了。那谁呢？说是今天去台湾。去台湾了？嗯。他怎么没告诉我呢？警官，你跑到台北的郊区来干什么呀？坐错了机场巴士。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吗？不想，不需要。这样吧，你上车，我带你先去吃点早点，然后带你去台北的故宫转一转，下午再去101大厦买点衣服，晚上去士林夜市吃点好吃的。达克现在不会出现了，你应该休休假。我们去办点正事。警官，有纸吗？水土不服。别都用光了，给我留点。
大哥，停一下哦。你到底是来找他，还是来阻止他？有区别吗？区别很大哦。现在陈天桥就像盒子里的猫咪一样，他的生命就在你手中选择。选择 in 后，台湾话真的很厉害哦，很难找那种感觉。那你可以选择保护他，也可以选择放任他，看看大克是不是和你想象的一样，就此收手。哎，哎，后，呸！谢谢你的忠告。不会不会，槟榔要不要搞一颗？哎，丰胸锁，体验一下这种感觉。阿茂，你怎么选呢？陈天桥，哟，我没认错吧？罗警官，你来找我？是的，我还没找你呢。没事让我吃两个星期闲饭，你开心了吧？涉嫌偷电，警方证据不足，你现在不是出来了吗？我说过，你们怎么把我抓进去，到时候就得怎么把我放出来。但这不代表你没有其他的罪。我们聊聊文宏兵吧。亏了你们最近经常和我提起他，我想起来七八分。那个混蛋和他儿子啊，两条人命，还有那个孩子的一生，你能忘得干干净净？关我屁事！在你们看来，我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永远不会蹲大牢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不违法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懂得法律。哎。这就是你期待的结果。这样的人值得你救吗？原职帮到死都在试图控制你。邓化那起案子，你是为了穆老师才无法选择，但这次你遵从的可是你自己的意志。你所谓的道德和惩治一个有罪但又没有被判的人来说，哪个比较重要？放弃这虚伪的正义，活人就是纠结。真的不要一颗槟榔吗？事办完了吗？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没有啊，从刚才起我就一直在这儿。把手指还我。厕所脏吗？还可以。你知道怎样才能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吗？死亡、遗忘，或者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正好你也在台湾，有些关于大克的事情，你也可以好好体验一下。大克的事情跟我有关系吗？没有吗？
我们因为 Dakar 在一起来的台湾。你一会儿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等我电话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以后啊，我让你们放多少肉就放多少肉。不了你们，新来的吧，眼生的很呐。什么意思？恐吓我？我在请你买单。这笔账是2年前就应该结了。服务员，来杯水。这么巧，罗警官是来度假，还是来执行公务啊？我来陪你聊聊天。好。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杜明祥，还是文成宇？什么意思？从12月1号专案组解散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盯着你。现在，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聊聊了。告诉我，我的纰漏在哪儿？一一二的侦破。你能做出如此精准的分析，必然有渠道可以探听到警方内部。我在专案组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怀疑和排查。专案组没有内鬼。这段时间里面，一直和我们频繁接触的人，只有你。你的确非常谨慎。所以我只能把专案组临时解散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切断你的眼线，而且不引起你的察觉。你还记不记得？你们刚刚抓到我的时候，我在借用穆老师手机的同时，在他的手机内盒里安放了一个微型窃听器。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，所有的线索都被你们盯得死死的。你先杀死了记者，把我们的事件引到了你自己身上，借此打入了警方内部。我杀死记者的事情你也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会是那个甄如风？他对无影武逼问的方式和 Dakar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而且 Dakar 也不会下一份已经兑现过的死亡通知单。那应该是11月1号才对了，这是你的障眼法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
就是要在整个11月份加强戒备，却忽略了此前已经过去但同样属于11月份的那几个小时，而你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杀了詹云芳。完全正确。11月1号全市并没有凶杀案发生，只有一个醉酒溺毙的男子，他的名字叫做童木林，我确信他才是真正的网络记者詹如峰。我一直在专案组，你是什么时候调查的？我只会让你知道你可以知道的。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帮我解释一下，就是关于你的身份。虽然你并不叫杜明强，但是我很多次核查过你的资料，没有找到任何伪造的线索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身份根本就不是伪造的，那是真实有效的。从我10几岁开始，老师就带我走遍全国，寻找那些脱离家庭管教、17、18岁的混混。遇到条件合适的，就偷偷地把他们干掉，再由我潜到他们家中偷走户口本，顶替他们去办理身份证，成为他们，获得真实有效的身份。像这样的身份，我还有10几个。适合的条件，你能解释解释吗？家庭关系越少越好，父母双亡就最好不过。虽然他们年纪小，但是个个罪行累累，即便活在世上，也注定成为社会的败类。你们想通过一个档案寻找一个完全符合我的人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是由10几个不同的人组成的，每一个单一的我，都毫无特别之处。你们准备了12年，就是为了一个杀人计划？非常充分的准备，包括资金、技术，还有心理准备。也许你根本想不到，我有1年的时间，都是在东北的监狱和看守所度过。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训练自己如何跟你们这些警察打交道。说说资金的事儿。资金是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了。比如说，我今天杀了陈天桥，如果没有被你铐住，那么明天我的账户上就会多出几百万的资金。谁给你打的这几百万？我已经回答你够多问题了，现在轮到你解答我的问题了。你问吧。你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为什么不抓我？我缺少证据，而且你拥有无懈可击的身份证明。你说想通过心理引导终止大可的行为，也是在布局吗？这是我真实的态度，但是我知道通过杜明强的生死来判断你的选择是毫无意义的，真正的生死标准应该落在陈天桥的身上。所以你跟踪我而不是陈天桥？是的，我跟你来到台湾，抓住了你。可是这并不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是做出那样的选择？那么你又为什么抹去录音的最后内容？你听到了最后的那段录音？老师早就安排好了一切，真正的那份录音，我也有。你没有必要问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你之所以抹去最后的真相，就是因为你早已经知道，面对这样的真相，我别无选择，不是吗？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说什么才是最重要？你再这样错下去，把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子又放在什么位置？
我的生日蛋糕买到了吗？买，爸爸一定给你买，一会儿就买啊！你爸爸骗你呢，他没钱，他买不起生日蛋糕，你永远都吃不到生日蛋糕的。你冷静点，还我钱，还我钱，还我钱！你撒谎，现在有钱了，我不要了你。扎他而已。你，人死了，快叫救护车。没有因果，没有迷茫，一切都非常清晰。只因那是刻骨铭心的仇恨，不得不报的仇恨。那位大阿哥，是我在12年前就已经无法逃避的宿命。我要感谢老师，把陈天桥留给了我，成为我迷茫时的指路明灯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叫你一声罗师兄。时间差不多了。其他警察也该到了，走吧。你没有带人来吗？警方虽然强大，但我们在明，你在暗。这一明一暗，造就了你的优势。可是当专案组解散之后，我们之间的明暗就发生了逆转。这就是现在我怎么能靠住你的原因。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有限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让我杀了陈天桥。那是因为我确定陈天桥故意杀人的罪名是成立的。你放任我的行为，你希望我杀死陈天桥，不愧是老师的学生。我一直都清楚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，但是我们完全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。请原谅我的罪过。那么现在，你又用什么来指认我无懈可击、真实有效的身份呢？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刚逃上马路的时候，一边跑，一边摘掉了自己作案时的手套？这个时候，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。他差一点撞到了你，你躲开了，但是你的手下意识地在车的前盖上撑了一下。我拍到了这张照片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中指。你一定提取到了那个指纹。有了这个指纹，还有我拍下的照片，我们已经掌握了最有力的证据。那么罗警官，你还记不记得我用的哪只手？左手。那你就不应该只靠住我的右手。
我就是一名记者，童木林仅仅是我的一个同事，我们共用一个账号，郑如风。的确，我打入专案组内部，并且监听着组员的信息。可是我这么做，仅仅是满足我的职业需求。我是一名记者，我必须窥探所有隐藏的秘密。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记者。我叫杜明强。你以为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吗？你忘了这个。